Hello 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欢迎大家收看咱们的多人斗罗大陆。没错啊，这里是黑球啊，这里是一片人。好了，你们喜欢咱们视频的话，别忘了帮咱们一键三连啊，兄弟们！先赞后看啊，养成了好习惯呀、啊。点赞的都是骗人他爷爷啊，爷爷们点赞吧。哎，可以，兄弟们啊，这边我们打算开始先去挖钻石，看谁先挖的钻石，好吧？我直接用魂技直接往下挖得了。你用魂技往下挖吗？这么秀啊，你太秀了啊！看咱谁快，好吧？你们觉得我跟天然气谁先获得钻石，兄弟们？觉得黑球先获得的打一，好吧？觉得天然气先挖到的打二啊？其实我已经有两颗钻石了。Later。OK， 我钻石搞出来了。钻石搞出来了吗？秀啊，真的是。就差岩浆了啊，不是什么岩浆，就差那个水了。烧水，我去装水，这种事情交给我了，好吧？来吧，来吧，挖吧，交给你了。OK， 交给我了。这个兔子、啊、啥都会，兄弟们啊，工具兔，请叫他工具兔，兄弟们啊，屌爆了！这个兔子老牛逼了，兄弟们啊！这个兔子老牛逼了，啊，红蓝配置就比你。你这一直都是兔子，太牛了！你开一线挖了吗？我开了，但是你这个水，哎呀，我这是一只会游泳的兔子，你站在上面。啊，你不会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兔扔给我！这兔子太笨了，真的是啊，怎么这么笨呢你？我怕哎，兄弟们，哎，真不错啊！我又白嫖一个啊，钻石搞，哎，太爽了，真的。哎，小问题，再挖一个就行。哎，我怎么跳不上来？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上来了。这个水有毛病啊，兄弟们啊。对吧？哎，看没有，又白嫖一个钻石搞，它不香吗，兄弟们啊？哎，这种亏我老爱吃了，真的。以后有亏吃亏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啊。以后跟着黑球学啊，白嫖。好、哦，然后把这个地狱门给他建哪儿了？我这个家的话被偏南用一个魂技给毁了，兄弟们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好吧？这个作者也是啊，为什么把那个魂技摧毁地形啊？是不是摧毁地形的这个给他打开了？没有吧？有，确实有。我好天梯爆炸？没有啊，没有打开啊，天梯爆炸都没打开啊。溜吧，来出生点这边来建。你那地方太老了，真的是。你去找点那个啥，找点那个碎石。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哎，你靠近了，你把屁股朝远点，看吧，你屁股太近了，你知道吧？太老了，你这个人。屁股什么人？走，兄弟们，前往咱们的地狱，使用你的指令大法，找下地狱堡垒在哪儿 ？TP 天然气，来吧，十万年魂兽。我们现在的魂力能够打十万年魂兽吗？我在想。肯定啊。不知道实力要强不强？肯定啊、感觉我这期的 flag 有点困难，我们就不应该那么说的啊！看咱谁先吸到十万年魂环嘛，别三十九万年的，这玩意儿有点难打，说实话啊！别随便立 flag 啊！对啊，这东西有点难打。哎，其实他们有魂骨，没那么容易难打，没那么难打。还好吧？还好，对，我有魂骨，有魂骨技能、啊。哎，特别是有这个头，哎，这个其实挺好打的。十头，我头是翻译机，我靠，我妈的，吸！哎，他们有一次性搞两个吸，啊、哦，没有成功，人家好高呀，两个魂骨技能应该他就没了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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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居然没有死，全是三十九万年，我的妈呀！我们要的就是最后两个魂环，那必然吸三十九万年啊，对不对？又开始立 flag 了，又打脸了，吸！失败了，兄弟们！哇、哦，前面死了一堆十万年的，我的天！这边是谁干死的？哪个臭不要脸的？是不是你？应该是，怎么可能？咱俩都不在一边。哇，这边一堆三十九万年，我的妈耶，兄弟们，太 low 了！这个十五万年，我想尝试下，算了，还是乖乖的三十九万年吧。毕竟以后转身最强啊、那个兔子斗罗、啊、他来了，兄弟们啊！那我是算是啥斗罗呀？我是这个，你的是破魂斗罗，破魂斗罗呀。那为什么我人是兔子嘞？哦，对，你的是你的变异斗罗好吧？变异武魂，明明是兔子，然后你这呸，明明是破魂枪，然后他是兔子，兄弟们，你说他是不是变异啊？变态啊！别变异了，变态兔子吧。什么变态啊？你就变态啊！我知道了，别说了，你就是。找一下啊，找一下这边的话，十万年的两个人刷着十万年的好少啊，怎么回事？被你全部给吃掉了吗？啊，
太捞了，被我全部吃掉了。哇，这十万年三十五万年太捞了。哎，听说这个细胞感挺大。三十九万年，心率也太小了。心率挺大的。我后悔了，我想吸收万年的，咱们没做成最终支线，这玩意儿好难呀。吸收，我也用情深，一万年诞生，换一个三十九万年魂环，给视频点赞的都是爸爸。我的咒语全部练出来了，兄弟啊，你让我成功吧，兄弟。不管用啊。我的咒语都练了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少了点精髓。精髓是吗？啊？又要破坏地形了。吸收。又失败了，兄弟们，太难了。这有个箱子，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大宝贝没有啊？你那个玩意儿震动啊，搞得我屏幕都动不了了。我操，你那个什么破武魂？你那边也能被震到吗？哦，对啊，那肯定能震到。我靠，这边路直接被我毁了。吸收，又失败了，兄弟们，太老了。我感觉你成功了，我可能都成功不了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我是谁？我脸这么黑，名字这么黑，他能不那个啥吗？你要相信我。吸收。我都不相信自己，你相信自己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好吧，我就信你。哦。哎呀，观众朋友们，相信我吗？相信我的打意，不相信我的胆儿。肯定得信啊！哎呀妈 ！2000 years later， 再不行，老子要开创造玩了。跟观众爸爸们一样啊，再开创造玩了。16%的概率吸收失败一个。你没有吸收三十九万年了吗？我也不吸了，我他妈也不吸了，吸个锤子。下期最后一最下期我再吸收三十九万年的。别先别随便发誓，我怕了，我要把最终支线做出来，我们再去吸吧，好吧。下期我们把最终支线做出来，看到没有希望，快自闭了，我都快吸。我也快自闭了，兄弟们啊，应该兄弟们玩斗罗大陆应该都知道啊，这吸的要这硬吸的话要吸自闭的，真的。要吸个几个小时，跟你讲。对，硬吸的话，这种硬吸肯定会至少100只。太难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是年限吸低点，好吧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观众爸爸不会在评论区骂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，我也觉得应该不会吧。就是这么难，我们这么努力在刷，为什么要骂我？对啊，这刷了好久了，都快自闭了，都骂人了。毛毛没差点去砸电脑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哎，吸收！我的妈呀，十万年都能失败，我脸太白了。Okay, 我脸跟我的名字一样白，兄弟们啊，你们觉得我的名字白吗？我觉得你名字很白，非常白，是我见过最白的一个。嘿嘿。我愿用情商下辈子单身，换一个十七万年魂兽，点赞的都是爸爸。操，又失败了。提升成功了。多少年呢？十一万年。你为什么不激动啊？你要激动呀，对不对？你要吼出来，你这个人你要吼出来，你不为什么不吼出来啊？是我已经看淡了，生死看淡了。哎呦，2356一下。为什么魂兽这么少啊？是不是全被你给杀了？我他妈一个魂兽都没看到。你这局的，我这边有啊。哇、哦，这么多！来，臭弟弟啊，去死吧！哎呀，我来了。咻！吸收。失败了。你这太老了。哎，来，这有一万。别，让我打，你别打。这个十三万年的，我百分百吸收，应该也可以。我要不是尝试下，呸！操！68%的几率啊，十万年魂兽，我失败了。这边有两个，这边还有两个，哎，没了。哎呀，吸！这边还有一个，又失败了。没了。你又在吸吗？你别吸了啊！让我吸。没吸了，我再摧毁。你的第八魂技吸什么？你是第八魂技吗？我感觉他这个好多重复的技能名字啊，破盾，我看一下你的破盾呢。哦，破盾，来吧，展示破盾。哦，九策，威力多少啊？估计2300。哇，我感觉这武魂怎么越做越菜了嘞？这些武魂，我感觉我这个好 low 啊！哎，这有十万年，
走开，放开这个手瓦连，让我来收拾他们。起诉，哎，这个17万年又失败了，这失败的太多了呀，兄弟们，离谱就15万年，就别说31万年的了，别说39万年的了，真的。这脸比我还黑。吸收，妈耶！我成功了，把牛皮打到公屏上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成功了，兄弟们，一个11万年，有什么好激动的呀？真的是太老了。第八魂技，嫣红一击。我看一下给谁的技能换一下，再换一下吧。想看一下我的威力吗？你知道我是一个几个魂技叫破阵吗？不知道。看一下我的第八魂技破魂一击，魅魂一击。哎，多少伤害？看到了吗？我没看到，我对手都换了。哎，我操，没看到多少伤害的，等会儿让我来。再打一下，再来一击。第八魂技破魂一击，咻嘣！2000，21000，两万一吗？我操！我掉，我亏俩你。我就好了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21000，你们没有看错，再来一个，看到？你这个300多的伤害，2000多，看到？看好了，放吧，是不是？21000，21800，停吧，牛批，再次打到公屏上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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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400，21000的伤害，你敢信？我突然好久，我感觉我好菜。小五还是小五啊，兄弟们啊！再来一个破魂一击，破魂一击啊，不对，那叫嫣红一击，魅红一击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好吧，兄弟们啊，20000的伤害，那必死无疑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哇，你这伤害好高啊！我木了。再来，魅红一击，再次把公屏打到牛皮上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屌爆了，好吧。好了好了，这边的话，这期视频咱们就先暂时录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咱们视频的话，别忘了帮咱们一键三连啊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